下面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再次邀请澳洲华夏音乐团全体同仁为我们献上民乐合奏澳大利亚的民歌《剪羊毛》，以及我们中国民曲《花好月圆》，大家欢迎。
好，谢谢大家的鼓励啊，谢谢大家的掌声啊。今天我们到场的观众朋友中呢，有一位是非常特殊的观众。我们澳洲华夏乐团今天的演出呢，不仅仅是圣诞新年音乐会，同时也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呢，给予这位与癌症抗争的朋友呢，在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呢，今天的音乐会能给他带来快乐的时光，祝愿他早日康复。观众朋友们，我们乐团呢，将每年奉献给悉尼爱好音乐的朋友们一场精彩绝伦的又与众不同的音乐盛宴。诚恳大家关注我们，支持我们，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在海外得到正常的传承与发展。珍爱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期待明年澳洲华夏乐团圣诞新年音乐会与我们大家再次相见。感谢大家，谢谢。